春节厨艺炫技第三弹，广式蜜汁烤排骨，合川式麻辣烤排骨，上一个视频又涨粉200万，超级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要对你们敬礼啊，省路啊。今天用这块来自凡尔赛国的猪肋排给你们再加两道菜，先来调一个依然香到你鼻孔放大的广式烧腊烤肉酱，均匀搅拌，再来调一个瞳孔放大的巴式麻辣烤肉酱，分别涂抹在二师兄的两块肋排上，带着微笑温柔地给他按摩，让酱汁渗透进每一寸肌肤的深处。烤箱200度，烤752分钟后，广式口味刷一层蜂蜜，川式口味刷一层红油，再烤5分钟，实在是太香了。切开的那一瞬间，忍不住直接手抓开吃，简单摆个盘，摆成爱你的形状，这绝对又是一道提升你家庭地位的硬菜。关注我，分享100道家庭版世界美食。